一个优秀的新人律师在钱的蛊惑下逐渐迷失自我，爱情也因此产生危机。정현아나부자될거야너는내손만꽉잡고이손만꽉잡고나만따라오면돼나도현씨손잡고따라갈자신없어他能够及时醒悟，找回自己的幸福真谛吗？敬请锁定爱尔达影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豪门的代价。